TT 地区获奖者是薛之谦、杜。恭喜两位，有请李克群、薛之谦。恭喜两位啊，芊芊也是二度获奖，恭喜恭喜。来，我们先请接过奖杯。获奖感言。非常开心可以跟这么年轻的歌手一起拿奖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还要感谢老师呢，丑八怪这首歌完全是您帮我唱红的。太客气了，什么时候写我，帮我写一首，那就这么定。祝八怪。首先非常感谢Channel V 跟榜中榜，然后我的香港的唱片公司 EEG， 然后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歌迷朋友，谢谢你们。这个奖要不要我告诉你叫什么名字？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发现这个奖杯好像就是刚刚我拿的那个啊，是因为上面没有写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就是最佳专辑是不是？最佳专辑啊，是这样，非常感谢。我觉得上一张专辑度我真的很用心，很用心。我希望我接下来的这张专辑也可以受到大家的肯定，很快会发行。谢谢每一位聆听我音乐和支持我的朋友，尤其是谦友，一路辛苦，感谢。谢谢，再次恭喜两位。